吃饭，其中还要做好和你自己跟大伙去抗的这个事情准备，不能想两三百就解决它，很难。相比于之前的对手，这个李小丹来说的话呢，朱雨玲的这种真的是打回合的能力就强很多了啊。嗯，实力明显更高。是。这一块球都是显然就准备好。对。很快防守，而且是迅猛果断。依旧慢热，这慢热不要紧啊，重点是得热起来。0-4，这球自己的失误不多，对，给对方的球速展现出了一定的不适应，而且状态还是没有调节到最佳状态，现在是吗？好，送他一分。是要热，没有让他很舒服，在那里是是，基本上就是压制住一点了。对，看后面的球，
就得强，对，能把这个人打败。他们两个项目很明显都是压住中间，打两边，两个人的两边实力都非常好嘛，对，只要一拉开手，知道马神来的质量并不太高。着急，这样的话，对比的情况下应该是连丢四分了吧？终于能改变了节奏，是加了旋律。孔鹏一直想用速度限制住朱雨玲的力量，嗯。陈哲林领先之后，朱雨玲这六分打的是好像没给陈梦种机会，调整能力很强。嗯，这么多年的大赛的经验还是积累了不少。是，我想第一场陈梦是6-11告负，基本上这也是11-6的话，也是两个人第一次回合交锋当中分差最大的，也就是11-6五分的一个分差。那接下来重点是看陈梦第二局的比赛怎么调整回来啊？这中间这个，有一段在第一局当中有一段他的发挥是非常不错的。你看，相对来说，这是陈梦的对这个朱雨玲的节奏方面的变化，包括可能他在战术方面的变化也是更多一点。没错。而且能看出来他这个战绩在场上的状态也是信心十足。他这应该已经是男子女子乒乓联赛加在一起可能他成绩最好的，因为樊振东已经输了两场，之前全胜的樊振东因为分不出一场球，所以只剩一场的玉林可能说的是独占整个中国乒超联赛的鳌头。嗯，开局怎么样？第一局的开局比较的惨淡。嗯。一。发球不要停，从左边一抖。基本上都知道很好，都还要稳住自己。Thank you.
球就是看起来很熟的。对。这已经有点乱了。对，这球是因为这一个球门给他球的位置都不是他很想发力的位置，所以他有劲使不上，还打得很别扭。领先不可以再停歇，就像刚刚朱雨玲跟黄迪那场球，他赢了后还往回追球去了，很吓人啊！对啊。这个人的整个站台位置还偏向中台比较多一点。嗯。而且刚才陈梦的两个球角度已经非常大了。哇，这个球真的是。这个球真的是。两个人的反应其实都很好。嗯。一锤子买卖啊！万一什么回过去，这球就没了。嗯，但是确实很刁钻这球。其实看着这个已经落后了后场球，但他手上还紧着，对，是有动作的。对。正好直接发到主人上手中去。情况下就开始防守，对，毫无保留，对。这球怎么样？这两个分都是六分啊，嗯，11-6，11-6啊，那么扳回了一局比赛。这也是中华球运动的魅力之一吧，就是可能哪怕同样的两个人，不同局数的比赛，甚至一局当中的前段后段，可能这个。差距都会很大的，没错。有的时候关键球的时候，你换一下方位啊，这个都不一样，对，对场上影响。所以也是一个变幻莫测的一个比赛。这两个人确实实力上都很强，都很强，都是有这个杀戮的，能够战胜对手的这种实力。所以说，就是看自己场上发挥细节的处理是。其实什么用速度来牵制朱雨玲的力量，这个。站住是没问题的，但是朱雨玲站那个位置中台吧，就是特别好调整那个位置和旋转，所以给陈梦的造成压力也不小。对，所以要是朱雨玲她的脚下的这个脚步运动能力也比陈梦要好。而且你看第二局的时候，他陈梦有两个球拉的角度非常大，朱雨玲还是够过去。是。嗯。
三局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，这也真没法预测了。所以前两局就有表现来看。现场拉这个球员加油鼓劲。是，我抖了那么一下，抖了一个擦边。现在换这个新材料球啊，是提高了很多的一个观赏能力。是，对，因为速度降下来了，对，回合就变多，但旋转并没有以前快。嗯。这场最精彩的一个球，选了十八球，李阳得第一。他就是看一下朱雨桐反手连续撕的能力啊，真的是非常强。如果什么也可以连续给他打回去，打回头。然后这是第三局的第一个球。下网，来一个啊！好球！这个四分球连出现了三个四分球，是吧？你后面是不停的变化落地。一定要变防守，对，不然陈梦跟朱雨玲是很非常难打。就像第二个球，他们两个基本就属于在打球的过程当中盯着对方变线。对，是。啊，这个队伍真是耗体能也耗脑子。其实两个实力相当的选手打的就是心态和场上的变化，互相的球可能都已经比较熟了，应该。对对对对，漂亮，漂亮。其实朱雨玲一旦被投中出界的话，她也不是很容易摆脱这种局面。线变得太精彩了，这都是注意力要测试。
在一个很自信的情况之下能掰过来。嗯。两个人现在都渐入佳境了。这个非常规的，是，这两个人真的是七个对手。嗯，虽然高，但是太顶了。处理的不够，他当时被打的那场也是这个工作时候处理的不是太好。对吧？这一局还有机会。他自己也想发长了，周琳肯定是会拉他的。是，你看刚刚周琳也是要准备进攻他的。漂亮了！嗯、他是要以全部压着这。所以才会有力量，才能再打突破。嗯，因为真的一旦被朱雨玲拉住之后，很难摆脱。对。8-8关键球。焦灼的一个阶段，没错，还是陈梦发球，陈梦拿着发球权，关键一个发球，换了个位置，陈梦等的时间比较久。刚才就是这个位置的一把下旋的变化，还是要斟酌一下。对，
还是大师打的。嗯，对，自己准备，还好自己准备，就给你拉上。其实你多手牌就很难发挥短的，尤其关键时候。对，没有出牌。所以陈刚救的那把球还是非常经验的体现的。局点仍然是陈梦的发球。快点。关键的，而稳住是，我们现在退步了，不能都有机会。就是陈梦是把握住了机会，11-9又非常艰辛的拿下了第四场的第三局。好了，回到比赛现场，双方开始了第这个四局的比赛。一上来这个感觉陈梦现在状态上来都是很猛啊，是。有段时间没看到就是这种状态的陈梦了。嗯。换球。换球。嗯。三王，角度上还有一些变化，对，比之前更凶，力量用得更大，看陈梦后面怎么处理。Thank you.
线啊，是不是打穿了门柱？可以看出两个人各有各的优势。嗯，现在就是实力中的变化了。是。这里传一个啊，礼尚往来。还是要找准时机，要不然朱雨玲的正手实力还是挺强的。双方都把对方逼出了高水平，对，没错。6-6。现场还是有很对对时间，还是有很多球迷在现场观看比赛。是，对，深圳大学主办这个超级联赛这个主场，还是为那个深圳市广大乒乓球爱好者还有球迷，真的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。毕竟你现场观赛跟电视机前看，那感觉是不一样的，完全不同。两个人都感受那个气氛。对，现场我们说有的时候现场主要是看气氛嘛。对，就是也是一个。不错的一个经验啊，而且确实今天这场比赛打的也算是挺精彩的，但这场比赛可能就值回票价了。嗯，没错。而且现场出身那一带还有神农，还是有球迷，挺多的。之前打北京首钢的时候，包括之前打武汉的时候，刘诗雯和这个丁宁的这粉丝团真的是气势是、气势恢宏啊，真的是盖过主场的，是几乎要盖过主场的这个声浪啊。所以确实乒乓球在中国来说还是有它独特的一种地位。没错，像群众基础比较好。对，像丁宁啊，像这种包括男子比赛当中，像欧阳靖科这个所到之处，其实也是去之若鹜啊。尤其这次里约奥运回来，对对对，因为正好这个还就是刚刚从里约奥运会结束嘛，就热潮还一直在。对。那你对于？运动员来说就已经是算进到冬心周期了，又是各种的备战呢、调整状态，下一个周期又开始了。对于陈梦来说或者对于朱雨玲来说，我相信冬心都会是在两个人的想法里面都会想去拼一把的。对，这也是那就这也不应该，他要求知道，对，这也很少见的情况。
彩旗，所以说他要求然后直接死掉，他就反胜了。是是是。7-8，朱雨玲发球8-7。如果这一局朱雨玲能够拿下的话呢，两个人就要又要去抢七了啊。漂亮！这个时候发球，朱雨玲也是想发一下，都比较乖张一点。前面是线报，对，但他那个镜头看到前面在响，还是很熟悉相对。笑了啊！你一直微笑，无奈的微笑。嗯。9-8，陈梦的发球。对，沉默是确实不太可能叫暂停。对，好，关键球，朱雨玲应该是有两个发球在手的，都拿下的话可以追成10-10，还是有机会。哎，虽然被你们拿了一分，暂停，暂停，上不了，暂停了。自己也可能知道这个朱雨玲这次发球权，他对手里还是非常，他还是想拿下这一局。是是是，应该能告诉到边自己要的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因为对手刚拿一分，而且这个只落后一分，而且还是对手发球，打断一下对手的这种连续性，真是够接近的这场比赛。这样的前两局是掉了个个，11-6和6-11。是之前早前的一个这个擦网球，朱雨玲无奈了，无奈的微笑。是，这个球陈梦刚刚处理的非常好。就是团队的立场啊，队友们也是来讲一点，就是所谓的这个旁观者清啊，那个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分析。这个看这关键的一分，
这一球陈梦是打得非常的精彩，没错，难得见到陈梦这样的这个情感外露啊，一声怒吼，这场比赛打得很精彩，真的不容易。上一次听他喊还是更多一些，是是是，这样打削球确实是。这样的话，神龙为深圳大学扳回一城，2-2。这样的话，要打最后的决胜场了。那这也是。